我们是搭乘小田急浪漫特快号，从东京新宿前往箱根。浪漫特快号的特急券是在乘车日的前一个月，日本时间早上10点开放预订，而前展望席的座位很有可能会在开放预订的几分钟之内售完。我们就算很准时的在开卖时间抢票，也只能抢到前展望席后排的座位。抵达箱根汤本车站之后，就可以在同一个月台转乘箱根登山铁路，而我们在箱根所搭的交通全部都是包含在我们所买的箱根周游券里面。已经有人在排队了耶！抵达强罗之后，我们本来想去一间很有名的田村银盛亭吃猪排冻饭，不过人真的是太多了。还好它旁边有一间店，可以买外带轻食跟便当。吃完饭后，我们就在强罗车站搭乘箱根登山缆车，前往早云山车站。车站转乘箱根空中缆车。
一定要来吃吃看这里很有名的温泉黑蛋，一包500日元，里面有5个蛋，还有附1包盐巴，吃起来其实就是水煮蛋的味道。到底什么叫做黑色蛋呢？我们来看一下。太不错。对啊。哦，闻着臭臭的吗？闻不到，因为我戴口罩。闻温泉味。你真的耶，温泉味。对，那两件事都可以。接下来我们继续搭乘箱根空中缆车前往桃园台港，准备搭乘箱根海贼观光船啦。箱根海贼观光船以17、18世纪的帆船型战舰为造型，连接了芦之湖北岸的桃园台，东岸的原箱根，以及南岸的箱根町，点对点的航程大约是30分钟。电梯。除了可以欣赏美丽的芦之湖，天气好的时候还有机会欣赏到富士山的美景。简单参观完箱根町之后，我们就回到我们位于桃园台的温泉旅馆休息啦。第二天一早，在吃完早餐之后，我们就搭乘海贼船前往原箱根港的箱根神社。
在参观完箱根神社之后，我们回到了箱根汤本，准备搭车回新宿。这趟箱根之旅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